在梦中你的形影，天未光亮，出我去打拼。无论风偌大，无论雨偌大，心爱的人梦中我才勇敢。是最爱听的情歌，是阮阿爸一生中唯一的伴。熟悉老曲歌，怀念的生活，有过去甜蜜的感情线。收听音乐 All Star， 我是今天的 DJ 徐凯。刚刚听到哪首歌呢？《过河门靠梁》是我在2013年最新的台语概念专辑，这是一张带有浓浓怀旧的专辑。不管呢在视觉上，或是听觉上，或是包装上，都可以看到复古的氛围在里头。那呢最特别的是，在《过河门靠梁》的 MV 前面的片头呢，我吹奏了一段老歌，然后是用口琴。那这一首歌呢叫做《苏波尔郎》，是我本身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老歌。那在这边呢，今天也要介绍给大家听听这首《苏波尔郎》。
听到那一首老歌《苏波浪》，是我非常喜欢的老歌。那这一次很可惜的呢，这一段口琴呢没有收录在我专辑里头。那请大家呢可以上网去点阅我的《共和蒙考点》，就可以看到我吹奏这一段口琴。那也请大家给我批评指教。那接着下来呢，要介绍这首歌叫做《洗心丹台利》。很荣幸呢，这一次呢可以搭上《名士风水世家》的片头曲。还记得上一张的决心吗？这一次是用痴心等待你哟，希望大家呢能够准时收看《名士风水之家》，就可以听到这首《痴心等待你》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听看看。收听音乐 All Star， 我是今天的 DJ 许富凯。刚刚呢介绍了许多好听的歌曲，那接下来呢要介绍我这首歌呢是陈洁大姐的《嗨嗨林青》。我本身呢非常喜欢这一首歌，因为呢它陪伴了我无数的夜晚，还有洗澡。为什么洗澡会听这首歌呢？因为
每次工作完回家，我都会习惯把电脑拿到厕所里面去，然后就开始播这首歌，然后回想我今天所发生的事情，还有哪些该改进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他陪我度过了很多的时光。今天呢，就特别介绍这首《海海人生》送给大家。怎样才看会破？人讲这人生，海海海海路好行，唔通越头望望着的梦。有人爱着阮，偏偏有爱的是别人。这情债怎样结到输那首歌呢是陈英杰大姐的《海海人生》，接下来呢要特别介绍我的新专辑《共享门靠家》里面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随风离开爱的人》，随风离开爱的人。这是一首在编曲上可以听到它有很浓很浓的那个复古氛围在里头，因为呢它的编曲用了黑胶唱片那时期的一些元素在里头。那呢这首歌是我在整张专辑最喜欢的一首歌，也是我录专辑第一首录的歌曲。那今天呢要介绍给大家随风离开爱的人。我着孤单点点走
当时真爱是未来，想要回头已经是太晚。缘尽最后犹原是一场空，谁人甘愿离开心所爱的人？前程往事一切袂堪顾再留恋，啊，一段无爱感情梦，爱到最后只有是怨叹。总遗憾留予我一个人负担，啊，爱你无怨叹，一生为伊痴恋，心情茫茫渺渺，付出青春哪会这呢重，啊，爱你无怨叹，一生甘愿为伊痴恋。收听音乐 OSTAR， 我是今天的 DJ 许慕凯。那今年呢算是我非常幸运的一年，刚好结束二姐的演唱会，然后又入围了金曲奖。那虽然没有得奖，不过呢我觉得入围就是肯定，那很恭喜谢老师啊，他真的实至名归。那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，其中呢有一首歌我非常的喜欢，首歌是他写给动力火车的哇那姆妈爱瑰丽。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。Come
接着呢，要为您也是介绍我新专辑《高雄门靠亭》里面的一首好听歌曲，叫做《玫瑰香》。那呢，这首歌特别的地方是，我觉得在 MV 的呈现当中，它带点很怀旧的风格。然后我也尝试了演戏，虽然是一小小段，可是呢，让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。那在那个场景啊，我觉得很像我们在看大爱台里面会呈现的一些场景。那我觉得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些复古元素在里头。希望呢有朝一日我可以去演大爱台。那接着为您介绍这首歌，叫做《玫瑰香》。几乎更是一生无
寿无会老汤，情到心酸对阮来稀烂，我拢好思念的梦，情对阮来讲，看比生命较重，爱对阮来讲，比手
这只为遮掩苍白的皮肤，谁的脚步有几个真的可以愿意爱愿意孤独，谁的幸福会找到幸福，祝福爱神的使徒，那善男信女不再辛苦。我是徐开，刚刚听到那首歌呢，是萧敬腾的《善男信女》。我非常喜欢的萧敬腾，那也恭喜他，得了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。很开心，替他开心。那呢，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位艺人。那也这边呢，我也要向他好好的学习一下。那接着呢，还有一位前辈，也是我很值得学习的，就是我最近爱的女神江蕙二姐。那这一次呢，很开心，在今年呢，可以担任她演唱会的嘉宾。二姐呢，真的是一个很提携后辈的前辈。那在不管是做人处事方面啊，或者是一些在歌曲唱歌的一些情感方面，我都觉得我们这些后辈真的要向他好好的学习。那接着呢，很开心二姐呢在今年也推出她的新专辑，叫做远走高飞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远走高飞。每当每位
天呢，时间过得非常的快，那今天也要向大家预告我的签唱会。那在八月九号呢，在台北的五大西门两点呢准时开始。那其他的场次呢，希望大家可以上上我的 FB 徐福凯凯盛凯影的粉丝团，就可以得知我这些活动消息。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支持我的购票门高等啊，谢谢你们。最后呢要介绍我新专辑里面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，那这一首歌呢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的重大，要感谢很多人，感谢我的歌迷，感谢我的家人，还有感谢一路上曾经帮助我的人。这首歌呢叫做阿里嘎多，感谢呢今天大家的收听，那也请大家呢要支持我的购票门高等啊，谢谢。非常新鲜，阮同学总是有人陪因佚佗，只有小宝陪阮开下步。突然间雷声响起，阮走无路，一阵大雨将阮淋，会如何？今天阮讲啥过站将阮渡，多情的雨，阿里嘎多，原来你来陪阮散步。虽然阮无人通外乎，阮也是会为爱祈祷。多情的雨，阿里嘎多。Yeah.